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 Victum，这个是一家泰国公司去年 Kickstarter 的游戏，我现在不太清楚这个是 Kickstarter 版本还是只是普通的零售版，因为是那家公司送过来的，所以我暂时不清楚。不过在 video 的 title 里面，我应该会写的。那么我们就先开本体吧。这个游戏就听说是有算一个半合作类型的一个游戏，就中间有一个叛徒的系统在里面的。详情我也不太清楚。看起来不错。人物之间是玩家的人物，人物之间就是坏人。There will bring the widow, not the widow, the rich, doppelganger. The ghost, okay. 六角形的，不同的 token 交件成熟，那就是。真的就是加减乘除，然后这些就是不同的数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游戏是六文具，这个可能跟那个顺序有关。不同的天气吗？这不是天气。OK。Token，这有个十面的声音。十这个数字是外星人吗？骨头。然后又有一。非其他的 token，半透明的 tokens，这个挺漂亮的。然后更多的 tokens。
有六个。就只有这一个是普通的六面骰子，其他的都只是只有一和二而已。那剩下的就是 miniature。这是许文强的造型吗？挺可爱的，暂时看起来六个角色，然后刚才看到的都是 double hand。入位圈怪物，五文的歌，五文的舞，下面会有东西哦，就这么多。那这个就是游戏的本体。那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 expansion。expansion 看起来是有一个 3D 的地图。而且这加了单元的模式，其实这个 expansion 比刚才那个本体还要重。 expansion 的说明书，嗯，就有更多的角色，更多的怪人。这个呢，哦，这个要待会拼起来看看，这些图片挺好拆的。待会再试一下这个怎么拼，然后玩家角色又有另外六个，对，六个坏人，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更多的 token 我就不拆了，卡牌也是，哦，更多的道具，我有天气道具，道具，更多道具，灭火器，Evil's Music Box, Pumpkin Head,
这个更多像是地心的，有点像那个 Betrayal and House of the Hill 的那些试镜看。刚才的 token， 然后一个新的骰子，可能是 solo 用的。另外六个，有 Halloween feeling， 反正十月也快到了，这个应该 Halloween 玩的时候不错的游戏。那今天大概就是这么多，我研究一下这个地图是怎么拼的。基本上在这里开始，我就开始在尝试拼那个地图，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地图其实是拼不起来的，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浪费大家时间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